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妹子。地里的辣椒有红了一部分，我把它摘下来回去串了，然后明年做辣椒面吃。你看这些裤上全红了，基本上有法看。咋就这点钱，天不的时候穿呢？明年做好辣椒面可就香了。大家看，摘了这么多了，其他的还没有红，过几天的时候我们再摘。小时候真得摘坏了，绝对去了。现在把这个红辣椒用线绑着串起来，等到干了之后，明年做辣椒面吃。刚才开始这红辣椒去柴了。炒炒行吧，黑了炒是解馋了，黑了就炒炒行。就是豆瓣椒啊，豆瓣椒对吧？豆瓣椒炒辣椒，我也学。现在把这个辣椒挂起来，然后就是，让太阳晒。今天视频就拍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们俩穿在这上，穿上。